来了，哎，来了，老板，快坐，快坐，快坐。约会了吧？啊，还行，还行，还行。一会儿呢，我爸来了，知道该如何表现吧？我懂了，老板啊，在家怎么表现，我就怎么表现。你是我的顶头上司，你让我往东，我绝对不敢往西。我老丈人能照我一时，你能照我一世，这个道理我懂的。算你识趣啊！行，我帽拿出来吧，别藏了。什么？我妈、我姨、我奶、我姥的红包啊，赶紧的。不是，哪有什么红包，都没给。给我装是吧？这真没有。鞋给我脱了，行。哎呀，你脱鞋干嘛？哎呀，你脱鞋干嘛呀？这啥呀？袜子也给我脱了。不是，袜子不能脱，袜子真不能脱。哎呀，真不能。这啥？这个。好啊，你小家现在都敢藏私房钱了是吧？那是我送给叔叔平时看剧玩游戏用的。行，不错。没收了。不是，老板，你红包也抢，手机也抢，那你这事儿要让叔叔知道的话。他知道，他怎么会知道啊？他在哪儿呢？铁公鸡、不是，爸，你啥时候来的呀？你不是在后面吗？开始表演。叔叔啊，叔叔，你看到了吧？他平时就是这么欺负我的。小三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你注意你的态度啊。我态度怎么了啊？不要跟我讲态度，你给你爸讲态度去吧，爸。是你想要那样的，小三，你给我闭嘴。爸爸，你看见了吗？以前我觉得我受点委屈没事，没想到他今天欺负到您头上了。这大女婿还得看老丈人了。爸爸，你行啊，你给我下来了。不是爸，你听我解释，你。